妮妮领衔，裙摆摇摇迎美国开打。LPGA 裙摆摇摇精英赛明天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开打，这是台湾首度在美国冠名赞助办比赛，世界前15名来了14位，各国选手昨天都把握机会到球场练球并熟悉场地，曾雅妮也到球场练习区苦练3个多小时，长短推杆都反复练习。距离对我来讲就不是太大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国联旁边的长槽，那我觉得那是比较难的，我觉得就是要比较敢切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在国岭就是沙坑，宁愿进沙坑，可能都比长草还要好打。LPGA 官方公布最新世界排名，曾雅妮世界排名维持47名。上周日群赛 KTT 女子公开赛获第4名的卢小晴升到第44名，成为新的台湾一姐。对此，妮妮不愿多谈，认为只要不是球后，排名几名都一样。这次比赛共有19名台湾选手参赛，包括不少新秀选手，他们将借这次与顶尖好手同场竞技的难得机会，吸收更多的国际经验。动新闻美国旧金山报道。